接下来我们今天先讲一下这个 according to 根据 according to 根据。那我们可以说根据，有的时候我们中文里说的更少一点，就是据，据什么什么，据什么什么，根据或者据什么 according to。你可以说根据，你也可以说据啊。据我所知 ，yes， just means according to by myself。据我所知 ，OK， 那。偶尔可以说据说，你也可以说听说，你也可以说传说。Okay, 传说是 last one, you talk later 传说。OK, the first we say 据什么什么，就是 according to the 根据什么什么。说如果今天的天气好像是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明天的天气特别好。那我的朋友就会问了，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会说，我根据 according to， 我根据天气预报知道的，我根据天气预报知道的啊，就是从哪儿来的这个 reason 是 from where， 就是 seldom。根据 according to， 你也可以说啊，你知道一个什么什么消息啊，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啊，说大家特别高兴，特别感兴趣，想知道说你怎么知道的，就是从哪儿来的。就可以说我根据新闻知道的，我根据报纸知道的，我根据广告知道的，我根据我朋友短信告诉我的。根据 from where the reasons， 根据如果别人问你的话可以这样讲。但是你也可以说据说，这个据说是什么，跟它是一样的，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据说是听别人说， according to somebody say something， 听别人说的啊，听别人说的。或者听说就直接 directly say， 我知道的这个消息是从我朋友从谁谁谁告诉我来的啊。下面一个传说，传说放在最后一个，因为传说啊，通常这里面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啊，所以呢，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可能是假的，因为是传说。传说是你知道的这个消息是通过别人告诉你的，知道的这个消息的传说。你的朋友呢，也是听别人知道的这个消息，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啊，从哪儿来的。你不知道，你朋友也不知道，他们是朋友的朋友，一个告诉一个啊，从或者是说从一个地方知道的，那个人说哦，那个地方是真的吗？那个人又说从另外一个地方，叫传说。传说，那听说呢？好一点，听说是我从我朋友那儿听说的啊，听说的。据说呢，是通常是说有什么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看的。据说啊哈，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明天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会，你怎么知道的？从报纸的广告上看到的，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广场啊有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会，明天晚上6:30，想去看看吧？怎么知道？据说是在明天晚上6:30以后有一个这个。如果你问，据说那是从哪来的呢？你会说我是从这个电脑上、报纸上、新闻里或者什么什么地方知道的，就是据说。听说什么 prefer from the somebody tell you， OK？ Because you just 听说，传说是说I know this one from my friends， my friends from her friends， and from somewhere， OK？ 是传说。所以呢，传说通常呢，可能性不太大啊，传说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啊 ，half half， OK， 一半一半。好了，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据，根据 according to， 你也可以说根据什么什么，你可以说根据天气预报说，明天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 ，sunny day， 非常好的天气。你想说一个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先说一个的 reason， 根据，我有根据，你的根据是天气预报。你也说有一个非常好的 news， 你的根据是什么？报纸、新闻、电视、电脑、
短信哒哒哒哒，根据就是可以 share 给别人看的那个东西，那件事儿，那个 information 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看的那个就是根据。我根据我的经验，你也可以就是说 from to your experience， OK， 根据我的经验，我根据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啊，根据。据说是从哪儿知道的啊？听说是谁谁谁告诉你的？传说就是你得到的这个消息也是别人听说，又别人听说，又别人听说得到的结果。所以呢，啊，传说应该是放在最后一个的，真实性比较差，也比较弱，比较少啊。好了。下面我们再讲一个啊，非常非常好的句子，非常有用的句子。讲到这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肯定听过啊，你们肯定听过，在中国里几乎是家喻户晓，谁都知道的，谁都听过的这句话啊。因为经常在报纸上啊、新闻上啊、聊天上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啊，然后又是怎么去用它呢？这个比较重要啊，我们讲一下。己当然就是自己了，不欲，欲是欲望达到的意思，不能达到，做不到，自己做不到的事儿，自己都觉得很难的事儿，自己都达不到的事儿，自己都不喜欢做的事儿，一句话就是说不喜欢、不容易、不愿意做的事儿。那么怎么样呢？勿施于人，勿，请不要，也别怎么让别人去做，让别人去帮你做，或者要求别人去做，说你得做，你一定能做，或者你让别人去做，让别人怎么做啊？这个都不行的啊！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是说有朋友或者同事、好朋友说：“哎，你知道吧？明天天气特别特别的不好啊，特别不好。我呢有点不太舒服，想请你或求你帮我去商店买一点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就心里想，其实。明天天气非常不好，我也不想出去，想在家里看看书什么的啊。你就会说，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那这句话就是回绝了他的意思，就是 no。为什么呢？意思是说你自己都不喜欢去，因为外面的天气很冷，外面的天气又不太好，难道我喜欢吗？当然我也不喜欢啦，你自己不愿意做的或不想做的，你去让别人做，别人也不愿意做呀。所以如果你不想做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记住了吗？那这句话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同学往下看，下面这是孔丘，孔子，孔子一定知道啊，孔子在中国啊，是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啊一个人，叫可以说他是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所有的家啊，非常非常了不起啊，非常非常的聪明啊。他对中国的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有很多名言名句啊。这句话就是出自他的书里面，有一本书叫《论语》，当然这本书是他的学生啊为他编写的这本书啊。这句话是从那儿来的，是他讲的，是他的一个学生问他的时候，他作答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说老师啊，你看啊，我想请教一下啊，您呢能不能告诉我，有一句话可以这一辈子啊都可以受益的？意思是说什么？说老师，请您告诉我，我这一生这一辈子啊都可以学习的一句话，送我一句话好吗？老师就告诉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事的时候要想一想，如果自己不喜欢做，自己也做不到，自己也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就不能要求或者让别人去做。为什么呢？你自己都不行，别人怎么能愿意去做呢？
一样啊，也可能不愿意出座啊，就是这个意思。好了，往后面再看一下，除了孔子之外，下面还有叫孔夫子，意思是说你可以叫他孔子，你也可以叫他孔夫子。还有一个别忘了啊，后边这边还有叫孔丘，讲一下啊。孔子，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孔子，都叫他孔子啊，其实他的名字不是叫孔子啊，他的名字是叫孔丘，他姓孔名丘。那要讲到这个丘是一个非常好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啊。这个丘在中国这个文字里头，它丘的意思是一个非常小的那种小山坡啊。据说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啊，那据说是condition to 据说，看到了啊，据说看到了，据说。那我这个呢，知道的这个消息呢，这件事情呢，这个历史呢，这个记录呢，也是从书上得到的，是据说，从书上说的，书上告诉我的。如果有人问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看书啦，书上这样讲的，是据书上说。书上说，根据书上说，意思这件事是从书上来的，你可以用据书上说。孔子的爸爸和妈妈在一次游玩的时候啊，就是在一个那个小不是很大的那个山，不太高的那个小山，中文里的那个山比较小的山叫丘。那一次游玩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呢就有了他，就是有了他以后呢，后来孔子啊出生了，他爸爸就给他起的名字叫孔丘，叫孔丘，他姓孔名丘。后来呢，因为他特别聪明啊，对人特别好，特别博学啊，我们非常非常的尊敬他，称他为子。什么什么什么子，在古代啊，一个什么什么子都是被尊敬，非常受尊敬的人，受教育的人，有一定职位的人，所以叫他孔子，或者叫他孔夫子。好啦，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次再见。